电影《无双》连续在24日之内获得单日票房冠军，全球票房仲接近15亿添。一班演员包括周润发、郭富城、张静初、冯文娟等等，呢日就一齐出席庆功宴庆祝。咁唔知道导演庄文强又会唔会考虑原班人马再拍续集呢？可以，一日拍噶啦。系啊，听讲平时好中意跑步行山嘅发哥，呢次仲带起剧组嘅跑步热潮喎。咁成成又有冇跟发哥一齐跑啊？阿成，阿成佢做完嗰个，佢跑机多，佢去巡回啊嘛，巡回之后先再搵埋佢，或者就搵埋佢个女出去跑。时间唔啱啫，因为发哥咧佢6点起身。咁咧，我係6点先做完嘢嘅，即系我唔可能6点做完嘢就去跑山，你想我死咩？